车队停在宾馆门口时，场面沸腾了。首先从车中出来的是歌手张丽颖。张丽颖是韩国 SM 公司秘密培训三年，首度力捧的第一位 R&B 中国女歌手，韩国 SM 公司培养的中国籍明星。作为韩流的一种新模式逆向输出，她将立足于韩国与中国，进而活跃于整个亚洲。先生吗？没事，在我这儿。亮点三，韩国团队中国领衔。不知不觉的月亮就悄悄亮夜空。张丽颖作为在韩国发展的中国艺人，同时也是一位四川人，对晚会的捐献十分动情地表示了感谢，感谢长春人的热情和爱心。这么多热情的长春的朋友能够为四川灾区的朋友们献出很大的爱心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代表四川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够天天快乐，天天幸福。作为韩国 SM 公司主推的歌手，她的歌声引起了现场的一片尖叫声，同时也掀起了本次晚会韩国团队的演唱热潮。